汪小菲和大 S 离婚满一年，最近因500万生活费再度闹上台面。汪甚至还发文指控大 S 出轨，2018年就跟具俊晔搞一起了。趁着这波乱局，张颖颖也顺势上位，25日发文认了，自己就睡在汪小菲的旁边。向来不愿公开两人恋情的汪小菲，竟然也在朋友圈大方认了张颖的地位，表示爱就爱了，后果我能承担。我汪小菲对朋友对任何人都问心无愧，爱你们。接着更到张颖的抖音留言，谢谢你陪伴着我，谢谢你陪我生活，被认为是公开认爱。没想到网络上又立马流出一段疑似汪小菲和张颖的对话录音，内容超级劲爆。你看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人，你我都谁呀？我秀一点，滚！蛋，你不好好说话，那我就生呗，怎么了？小飞杠上的狗仔葛思琪看到录音曝光的消息，发文心疼大 S 说：“我真的很难想象大 S 曾经嫁过这样的人，将近10年怎么过的？都活在言语暴力下吗？”他也提到这些录音不可能是大 S 找人做的，而是汪小菲身边的人。不过也有网友质疑这是假的吧？会国骂北京腔的人多了，但是这个声音真不像汪小菲，真相只能坐等本人亲自出来回应了。